今日嘅辯題係國際足協賽2026年世界盃決賽周日32隊各編至48隊利物浦決賽，對賽雙方為正方勝是平分輸。世界盃參賽
進足球運動的普及和發展，透過於不同國家在大型賽事進行競賽，亦都有助球隊累積經驗，提升球隊整體的實力。當更加多的隊伍可以參與這個世界盃的賽事，賽事有一定水平，自然就可以吸引各地的公眾欣賞賽事，以到更加多的公眾認識足球運動。最後想問有方同意決賽週的主辦國每年有一筆龐大的開支，如果同意，可以增加他們的收益，減輕支出，點解反而是壞事呢？多謝。賽後休息時間亦不足3星期，強一次冇用。
鬆。我哋之後嘅聯賽，我覺得遠遠有變更彎，因為嗰邊嘅實時更加重要嘅相勢。最後想問遊方，啲世界盃宗旨仲要啲定係金錢比更加重要咧？多謝各位。所謂唔喺32強嘅隊伍，只有一隊澳洲入咗去16強，呢個係咪叫爆冷？
所以有風點樣嚟唔爆啊？未。所以有風冇一個明確嘅指標去嚟唔爆爛。所以再問有風啊，我哋咁圓嘅傷勢嚴唔嚴重？喺更緊密嘅賽程底下，我哋嘅傷勢係咪好嚴重？係咪需要被重視？的確係，但係所以有方知道運動員身體越重視嘅時候，如果你今日多咗咁多場，多咗40場俾佢踢嘅時候，呢個係會加劇嘅傷勢。但係導致疲勞，係定唔係？係定唔係？所以有方我哋都知道會加劇傷勢嘅時候咧，所以有方嘅全部都講法都已經雖然唔明白有方希望講嘅傷勢，所以原來今日世界盃有傷勢嘅時候，點解全部？導致呢啲傷勢嘅因素有好多，唔單止現在風電雲雨不輪到正方第一股別，你有三分鐘嘅時間。主席，同伴入賓房，各位大家好。歸納有風嘅邏輯咧，就係覺得多咗隊踢，賽程就會緊密咗，球員嘅加上競爭力就會下降。實際上，較弱嘅球隊加入咗往往會導致一啲精彩同埋不可預測嘅比賽，因為可能會有一啲嘅爆冷啦，一啲嘅驚喜。此外，有方所謂嘅弱隊，其實係需要透過參加大型嘅賽事去累積經驗。試問邊隊？邊隊球隊一成立就變成世界第一？唔參與一啲高質素嘅賽事，累積經驗又如何去提升佢哋球隊未來嘅競爭力？世界盃依項賽事唔單止係召集咗世界上最好嘅足球隊，而且仲為主辦國帶嚟咗巨大嘅經濟收益。正如我方主辯提到，2018年世界盃就為俄羅斯帶嚟咗約300億美元嘅經濟收益。除咗娛樂方面會帶來經濟收益，擴天隊伍亦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廣告收益和贊助商的合作。隨著這些參賽的隊伍的數量增加，世界盃比賽將變得更加受歡迎，吸引更多廣告商和贊助商。根據一份由英國廣告公司受力媒體發布的報告，2018年世界盃比賽的廣告收入達到了22億美元，擴天之後，廣告收益又只會有增無減。其次，擴天亦代表會有更多的轉播權和門票的銷售。隨著參賽隊伍的數量增加，世界盃比賽的轉播權價值和門票銷售亦都會為主辦國和地區帶來了一些的更多的收入。2018年世界盃比賽的轉播權價值和門票銷售價值都分別達到了20億美元。預計2026年擴天之後咧，世界盃依兩方面嘅收入都會進一步增加。舉辦世界盃可以帶嚟顯著嘅經濟收益，依啲收益除咗可以促進當地旅遊業同埋基礎嘅設施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增加主辦國嘅吸引力，更主要嘅係經濟資源可以投放翻落足球運動項目上。的確，賽事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足球迷和觀眾，但是一個運動項目要維持發展，資源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有了充裕的經濟收益，國家才可以繼續投放足夠的資金去支援足球項目的發展，提供更完善的比賽設施、練習場所等等。多謝各位。情況第一副要領事輪返到就副要領事超時所以他輪返跟住係情況第一副要領事有三分鐘嘅時間最果也好所以在三個方面甚至雙方立場第一建議所以今天原來有風風電視都成員了世界盃是需要精英化但是跟你說原來精英化的時候它需要有經濟的收益但很矛盾的剛剛有風電有方嘅義父出嚟咧，質詢我方主辯嘅時候，佢同我講咧，原來世界盃蝕錢。但係今日咧，原來佢自己供我嘅時候，雖然話因為我供電對方嘅時候咧，佢同我講世界盃仲賺錢賺10億，多咗89%嘅收入。所以咧，原來有方自己立場非常矛盾嘅。所以咧，有方義父一定要出嚟解釋呢個矛盾。所以咧，再問有方啦，咁我哋整咗咁多錢出嚟，
究竟啲錢會去到邊度咧？原來所謂有風港嘅收入，所謂嘅旅遊收入嘅時候，原來見到原來因為卡塔爾或者以前俄羅斯嘅經驗嘅時候，原來呢啲所謂嘅旅遊資嗰啲旅遊嘅經濟，原來之後會維持短時間嘅時候，誒長期嚟講，嗰個舉辦國原來之後都唔會一個良好嘅影響嘅時候，呢點咧有方傑夫都要出嚟解釋啦。所以我哋再睇第二。跟住呢個舉辦嘅利益，所以有分同我哋講咧，原來咧2026年嘅世界盃可以增加呢個球場。但係先睇翻一個事實上，原來現時2026年嘅球場咧，原來全部已經起好，即係喺公布佢會整世界盃之前，十多個球場喺墨西哥、喺美國、喺加拿大，全部原來全部已經起好。所以咧，原來有分呢點咧已經講過去，所以佢同我講咧，基本嘅交通醫療、基本嘅交通、基本醫療，但係講緊係呢啲原來佢有需要俾自己本土國民嘅時候，根本唔需要借住世界去做呢個契機要去做咯。所以當佢一樣有需求、一樣有必要做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會做啦。所以同你講咧，會原來會有大經濟，但係咧講緊係原來啲本身係國際足協去維持自己運作嘅手段嘅時候，唔明點解今日有方要借呢個世界盃條路去賺多啲錢，去擴闊自己嘅財源。所以見到原來國際足協自己本身之前都早有先例，2015年涉及貪污嘅時候，今日有咁多嘅錢攞咗翻嚟嘅時候，又用不得其所嘅時候，有方又講唔出原來啲錢去咗邊條足球計劃嘅時候咧，原來今日錢咧可能分分鐘會為結實。所以我哋再睇第三平台。見到咧，原來現時比賽嘅數目增加到48隊咧，原來睇翻史達寧大學用嚟分析足球比賽競爭力嘅競爭平衡指數，正正見到太少嘅隊伍參加淘汰賽，或者有太多嘅分組賽咧，原來會降低呢個嘅競爭平衡指數。而呢份報告嘅結論就係淘汰賽會產生更多嘅競爭平衡，但係2026年嘅世界盃增加到40場嘅小組賽，會大大調低咗佢嘅競爭平衡嘅正常性。所以今日多咗咁多隊大洋洲國家，要其他排名咁低嘅非洲國家入嚟，就例如中國排第82嘅時候，跟住紐西蘭排第100嘅時候，無論係觀賞性定係競爭排名都會大幅下降嘅時候，喺右方眼中可唔可以提高到世界盃嘅精英化呢？所以所謂爆冷咧，啱啱右方完全係講唔出爆冷嘅標準、爆冷嘅定義係咩？咩叫黑馬船隊？右方咧全部冇法理解。所以見到原來24到32隊嘅時候，正正係因為亞洲同非洲足球有進步，但係現時今年如果佢哋都有擴封嘅16隊都有進步嘅時候，唔明白有方嘅路面何在嘅呢個位。我第一步要問3308個超市需求分析，主要係正方第二條件嘅3分嘅超市。
在座各位大家好，決賽周什麼是一個決賽周呢？好像就方房一樣，不用理個比賽質素好不好，所以難排你得白照給他入去，這樣就最好了。那好，這個就是世界盃決賽周的一場友誼賽。因為世界盃之所以可以成為足球界最巔峰的盛事，是因為它的原意是給一個舞台，世界最頂尖的球員去展示實力。所以不難發現有方房今天曲解了這個世界盃決賽的初衷，你都以夫為之，兩條問題歸納今日雙方分歧。今日第一，今日足球球壇真正需要嘅係啲乜嘢咧？首先拆解咗有方球嘅例子先，佢話咧卡塔爾咧係蝕錢，但係其實見到呢個係一個極端例子，佢當中包含嘅係人工壓榨，佢死咗人，甚至有疫情嘅影響底下，但係睇翻俄羅斯咧，俄羅斯係賺咗88%嘅。但係有方球今日話咧，放邊世界盃係為咗賺錢，我方一副問咗你，呢啲基建如果真係要起嘅，點解唔係世界盃之前起咗？有方球答唔到。再睇有方球今日話咧。有方球今日需要論證的就是而家啲賺錢的需要性係乜嘢？一副問咗你賺12億，點解唔夠錢？有方球話答唔到，即係睇到從來足球界唔需要錢咯，因為純利已經賺咗12億美金，呢一筆錢可以做到乜嘢咧？可以起54000個職業用嘅足球場。數學係211個成員國，每個可以起多300個球場。我方唔係話發展足球就淨係要起足球場，但係真係唔明白有方球點解唔夠錢發展足球化啦。所以今日從來要做嘅就係我方提倡嘅精英化咯。乜嘢係精英化？就係睇翻今日放邊熱手當其中嘅運動員同教練摩連奴、雲迪、即刻等等，已經批評因為世界盃休息時間唔夠多，主權係講咗。國際運動醫學聯合會話，2026年世界盃呢種高頻率嘅賽制入面，球員受傷風險比起平時增加咗足足7倍。我哋要做嘅精英化就係唔再好似50、60年代咁樣漠視球員嘅權益同埋身體健康，我哋要保障球運動員嘅職業生涯，盡量唔受傷患嘅困擾咯。遺憾嘅係。今日有方台一句話，4年1次好少啫嘛，賺錢最緊要啦，就漠視咗呢班最受影響嘅人。第二，點樣確保足球球壇嘅質素咧？有方台今日話咧，菲律賓嘅啲球隊入咗去開累積經驗。首先唔講世界盃嘅初衷係攞嚟俾你一個冇經驗嘅地方啦。再睇就係有方台存在一個好大嘅謬誤，冇果為因，亦都人都唔學咗，佢足球會進步，從來就係因為佢哋以入世界盃為目標，而係開。所以開始發展足球，而是因為他在發展足球有完善的計劃，他重視青訓去發展基地，這個才是他入到世界盃的原因，所以今天擴天進入到世界盃，足球弱國不會隨之而發展和進步，足球球隊怎會進步呢？即有方台又話咧，爆冷都可以好好睇啫。首先有方台論證唔到乜嘢係爆冷，世界盃決賽亞軍排名低，但贏咗法國又係唔係爆冷咧？有方台論證唔到，點解爆冷機率又會增加咗啦？再者，如果今日爆冷就等於好睇，咁係咪世界盃就要指定第一名對第48名、第二名對第47名就最好睇咧？所以今日如果要幫啲國家賺錢，點解唔係放邊211隊最難賺到錢咧？我哋今日我一副已經論證咗，其實32隊係最好嘅門檻，所以唔明有方台講咩？第二部分是反應時間差分，同一部分是最重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畢，每人宣布你嘅方正時間，該方可自由排出一位或多位辯論物，而每位辯論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本環節結束時，在場自發言後辯論全體發言，我即場提出。的話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判為平判扣除分。請問雙方人同同意嗎？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請問有方覺得楊過值唔值得有更加多嘅機會同其他國家切磋咧？我既然有這個切磋機會，但我就要問你現在說的。其實你剛才的流失在決賽裡面對他是否越少越好？所以我覺得32分鐘，所以原來今天說要發展足球有其他方法，為什麼要用世界盃的分量？足球界的發展是由8隊發展到16隊，然後再去到24隊，那如果是這樣，為什麼當初是8隊要發展到16隊，要發展到16隊呢？咁佢咪8隊嗰8隊最勁嗰8隊一齊打，咁我講一定係精英化最精英嘅，最勁嗰8隊喺度打。咁點解全部黃金都十個？點解全部24？點解全部三？因為講緊係24到32隊嘅時候，因為亞洲同足球，亞洲同非洲嘅足球有進步，所以想問有方啦，你所講越強越強嘅講法有咩科學性？咁你咁多啲，你都係其他強啊？點
點樣吸引更多專業人員嚟搞一份呢啲有風險嘅嘢？唔通你閉門做居咩？你自己喺間屋入邊喺度做居冇用噶嘛？你出嚟同其他人切磋，你先可以獲得經驗噶。所以原來有方世界咧，淨係得世界杯一個比賽，點解亞洲杯有非洲杯？點解嗰啲比賽唔係咁？
以用最短發時間靜靜地發言，但科研在上月一分三十秒，請自由派出自願發言。所以咧，今日何方就話啦，啊，難度都強到幾成，但係從來冇人勝過，所以咧，見到無論係國際球員嘅協會都同我哋講，甚至係國際足協自己有下嘅國際組織去做調查嘅時候咧，都證明咗原來咧，因為一個比賽，因為呢個比賽時數或者比賽頻率嘅因素咧，原來可以增加佢受傷嘅機會殘餘嘅時候咧，所以咧，原來球受傷嘅機會大大已經提升咗啦，所以咧，原來。球員會受傷呢邊咧，當然好，所以再睇有方來講咧，有方來講過門要賺到啲錢，但係從來原來今日要發展更好嘅足球，今日要去推廣足球，完全唔需要用世界盃咯，因為原來而家世界盃有外圍賽嘅時候，外圍賽根本已經做到全球普及化嘅呢個目標咯。所以今日如果世界盃做到全球普及化，我當然唔反對，但呢個只係一個單純嘅負擔嚟嘅咯。但係世界盃最終極嘅目標係做咩？其實係要做一個精英化。所以咧，其實咧，由我自己暗底裏邊知道啦。所以佢大概佢，所以原來雖然要精英化咧，由我知道。所以咧，我哋再睇原來平衡方面咧，原來四廿八隊咧，原來係一個唔平衡球員嘅，24隊咧，就係因為當時已經有足夠嘅非洲同埋亞洲球隊有明顯嘅進步，而可以入到世界嘅32隊，但係而家增加多16隊，原來無論係敍利亞、伊拉克等啲嘅國家，全部排隊球隊嘅排名都係大約35至80名嘅時候，轉化啦，我想對我。當嘅發言時間18分，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邊嘅陳發？有。好，咁而家就進入結辯環節，雙方結辯就一分鐘準備。预备时间结束，先由反方协辩总结，你有4分钟，反方协辩总结，你有4分钟嘅时间。主席、评判、有方台上嘅各位，大家好，足球体育运动史上带进举足轻重地位，90分钟介意名。盡自己所能入波，足球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而世界盃就是球壇最盛大的精英比賽。但隨著時間的推廣，國際足協定向自己的心魔，將世界盃的本質變咗，注重的不再是球隊、球星、球壇，而是收入、收視、收益。盈利由原本維持運作的手段，變成造就世界盃的目的。2026年世界盃再次擴編，有很多因素嘅，但是增加了呢12隊，有影響的只是運動。最受影響的是足球的未來發展，究竟幾多隊是最好呢？今天雙方都同意了，雙方是要找出 最佳的平衡，但是在有方的世界，這個平衡只是屬於國際足協，相反我方重視質素、重視球員、重視經濟，這個才是最好的平衡。所以聯盟明星不妨從3個平衡點歸納全場。第一，比賽質素，我方多次論證擴編只會降低比賽質素，但是有方的講法呢，就會有這些爆冷或者大炒的情況，他們說有經驗的賽事，但是質量是，但簡單問句，是不是要整個小組賽全部20比0，或者是全部都是新的隊伍，這樣才好看呢？我方承認觀賽是不全
冠嘅，但係世界盃係一場頂尖足球發揮嘅舞台，要嘅係阿根廷對法國3-3，麥巴比後來居上，再踢12碼，呢啲先係真正刺激嘅比賽，真正世界盃應有嘅比賽質素。第二球員狀態，世界盃增加40場比賽，定決賽周要加長好多人，但係有方咧就會用籃球嚟類比，佢哋認為咧48分鐘加時加咗去到50分鐐，佢哋咧誤會咗我方，我方所講係比賽之間嘅時間縮短咗，因此係58分，而且我哋係會增加多一場比賽，每一場比賽50分鐘，而之後仲可能要加時30分鐘喎，所以同有方所講90分鐘。一個咁樣地獄式嘅賽程，喺30年嘅時候已經達到極限，咁仲要加多40場比賽，咁更加不可取啦。第三，經濟方面，咁其實友方一直都好有矛盾嘅，由一開始話會蝕錢，到後屘已經承認咗係會賺錢喎。而且我哋友方話會增加經濟收益會好大啊嘛，但我哋已經累積咗啦，32月都可以有12億嘅美金，而且國際足總已經有足夠錢啦，甚至有錢剩係可以去到貪污，咁點解要為咗呢啲無謂嘅錢去到犧牲比賽、犧牲球員，又點會值得咧？有方話用嚟發展足球啊嘛，但係已經其實國際足協對足球弱國嘅撥款其實效益不大，盤額有問題，甚至有貪污案件，頭先講咗啦。因此有方嘅推論完全唔成立嘅。相反，國際足協想賺錢，其實有好多其他方案。嚟到最後，翻返嚟最開始嘅問題。我哋球賽方面，我哋又可以達到平衡32類，又可以對球員有係最平衡，亦都有賺錢，咁所以係咁成功嘅。嚟到最後啦，我哋世界盃嘅初衷係要做一個精英嘅比賽，用嘅係無非係唔係推廣同埋賺錢，而係為咗俾大家睇一個刀光劍影嘅感受刺激嘅叮噹碼頭嘅比賽。同埋有方話，其實誤會咗一樣嘢，就係進步嘅本身。有方話越強越強啊嘛，但係其實有冇諗過，我哋頭先講咗呢個韓國啦、日本嘅例子，佢哋本身已經有一個詳細嘅規劃，呢啲先係佢哋進步本身嘅前提，而唔係佢哋進入世界盃。因此世界盃其實對佢哋嘅發展係好難影響嘅。因此我方希望世界盃能夠揾翻初衷，成為一個真正你哋專注去發揮嘅。
拖同交流，咁佢哋所以有就令到嗰個小區嘅人嘅打籃球嘅質素都提高咗好多。而當然我哋呢個籃球場擴大咗之後都會有啲問題啦，啲青少年同埋大成年人相處喺打波嗰陣時發生咗場面衝突，但係當物業加強規範管理有條例使用啦，就唔使嚴格規則俾啲混亂。因為我今朝即係我第一場我
啲事，所以大搞咪會賺咯。你明白個邏輯就係、是，你人哋冇咗事，你仲大搞會唔會大事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咧，我揀呢個我就係話，佢世界觀係賺錢嘅嘢。呢、這個就係、是、啊，我覺得一方資源大家處理情況入手位唔同，唔係嗱你話嗱，但係如果你哋咧又係咧有一樣嘢同我承認嘅唔同啊，我啱點講，我唔承認靠邊咗啲人入去啲係弱。你哋係都幾多係強調弱隊，跟住舉例我先講咗幾樣嘢啦，因為我聽講你哋睇足球，我咧講印度演員飛到咁飛啦，真係想喂呢啲隊即係入去決賽都唔係㗎嘛，係咪嗱？我覺得要揾咧，係咪即係我哋都有揾資料嘅係嘛？我會覺得咧，我哋會揾南美洲，確邊咗咧係哥倫比亞、智利，非洲咧係利日利亞、埃及有沙蘭㗎嘛，係咪？即係有地方好一個球星喺度，利日利亞你都話好多球星喺歐洲。即係我唔會承認擴編咗係弱隊入去，係嘛？我會承認擴編咗咧係令更多有潛質嘅球隊可以入去嗰樣一球過硬，係嘛？即係換頭你換到咁樣講，你易講啲。如果唔係咧，即係你明嗰啲先好難反擊到對方咯，係咪？好啦，於是你話我哋俾呢啲嗱，我粗講叫做次強嘅球隊入去啦。那個好處係咩？係我兼顧精英化嘅同時，其實你哋條拉又有咁多元化。即係點解對方一定要精英化曬嘅嗱？即係我唔係唔要精英化，我係喺兼顧精英嘅同時，都有啲多元化啊嘛，係嘛？因為跟住你哋其實問佢個例，美國對伊拉克咁先算啦，打仗就當然美國，但係美國一排名廿幾，伊拉克就係排到六七十。你就覺得我美國同伊拉克踢足球，美國贏硬，就係唔喺翻對方都知唔係噶嘛？將來要喺世界盃同俾佢哋一打。於是你再抄下啲資料，都真係我哋隊都先揾到啲嘢，就係啲女王學唔踢波嚟，即係你知夾硬照王嘅啫，你知㗎啦，係嘛？厄瓜多爾排四十幾，都同荷蘭排第六打和啊嘛，即係你咪用呢啲例子證明。我哋係揾啲次強嘅，就可能四十至八十啊。就算紐西蘭都係，我哋都特登預北嘅。紐西蘭當年入到世界盃，佢係以不敗成績出局嘅。因為佢三場都打和啊，佢不同你話紐西蘭咁慘，佢不敗嘅入到分組賽，你憑乜嘢同我講呢啲字係冇資格先？即係你明唔明？起碼你咁樣認一認，嗱佢認到啦，咁可能其實第二日我應該仲認到啦，係嘛？但係即係你頭先今日個情況你明白啊？即係唔會話咁一唔同咯，講得我咁誒，所以即係啊，同埋最後我俾一個意見就係話疲勞同受傷個。我估我哋又係有少少預備咗咧，就係話誒，對方其實佢所謂嗰啲疲勞同受傷，或者佢哋睇啲頂尖啊，就係佢哋精英化最大嘅問題嚟㗎啦。佢哋淨係睇頂尖球員、頂尖球星啊嘛。你俾四十八隊，喂，其實有另外嗰多咗嗰十六隊咧，係佢哋每四年就休息一次，你俾下機會。其實你哋想講咧，就多咗嗰十六隊，佢哋可以玩多個比賽啊嘛。另外就係、是、其實一隊強隊咧，除咗嗰啲頂尖外，即係其實踢波唔係靠十一個人啊嘛，即係你哋成日講到話會踢到佢哋殘曬，因為你出嚟出去都嗰十一個，係咪先？其實你可以有即係有後備噶嘛，係嘛？即係我按唔同嘅戰術，即係打辯論都係啦。哇！呢四個對男校，我純粹知道你男女校係嘛？點出人去應付咧？下次對女校咧，我又點出人去應付咧？係咪？即係理論上我唔係出嚟出去嗰四個啊嘛。即係，譬如呢啲位置，我覺得又係可以去應付下。佢哋如果都有準備嘅，咁好啦，咁就輸得心服口服。但係有時就係，原來呢啲位佢哋都唔認我，跟住成日俾咗呢個認唔曬咧，就我咁啊少少意見。咁我估我計時完同埋正眼真方向兩頭都最緊要，咁啊時間交俾你問下。處理，無論係呢一類嘅辯題啦，
會好長咁樣，又係一個地帶俾人。咁我所以我就即管對於雙方嘅主線位入場表現嗰啲嘅。咁先講正方先，我會覺得咧正方一個聽起上去咧嗰一個係主線咧係比較單薄同埋冇乜即係一個好主要嘅因素。你哋主要係諗住錢啦，咁但係錢嗰樣嘢你好快已經喺前場即係攻辯嘅環節已經俾人錯散咗啦，即係我會認為就係即係你哋對於嗰個究竟世界盃係賺錢定蝕錢嗰一樣嘢咧，好快就我覺得已經唔係太牢固地守得住。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有幾樣嘢要帶出啦。第一咧就係喺條主線上面咧，因為嗱你開頭好明確就第一個方就係改善經驗，即係你覺得而家蝕錢，咁跟住咧你擴邊之後會賺錢，咁賺錢就可以投入翻去足球嘅世界入邊啦。咁去到其實你開頭睇完其他國家參與啊，或者啲球員嘅發展咧，其實唔係講好多嘅。咁你去到後邊先慢慢滲多少少、多少少、多少少咁樣嘅。咁所以我會點解形容我咧嗰個主軸冇反方嚟得咁清晰，就係呢一樣嘢啦。就係好大部分前段咧都擺咗喺前嗰度，以至到你一面對喺前面攻擊喺前嗰個位咧，回應得唔係太好或者進退失據嘅時候咧，你就冇另外一個見機點咧可以俾你哋嘗試去打。即係譬如你見到反方打翻下前面嗰個比賽質素，佢可以叫我同你打球員嗰個負擔喎。咁佢兩邊遊走住打嘅時候，喺嗰個攻擊位個回應上面會相對係比較輕鬆啲咯。咁所以呢個咧，第一樣嘢喺呢個主線建立上面要小心啦。係咪只係一樣嘢作為個主軸咧？定係其實你有多一個位置可以去走咧？呢一個係要留意嘅地方。咁另外咧，好啦，真係落到去你建構嗰個內容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啱啱錢嗰樣嘢啦，就係咪真係蝕錢定係賺錢咧？你個講法上，我覺得要更加完整嘅，因為去到某啲位你正反方攞出數據嘅時候，佢真係賺咗15億喎。而去到後面有啲回應，你哋係會講話，喂成個譬如義父啦，你會講卡塔爾嘅比賽我2000億，咁你賺咗100億啫，咁咪少咗幾多？咁但係呢啲回應你要諗下係咪即係係咪真係確切啦？因為如果賺嗰條數係100億，點解佢賺就應該係一個 net 嘅 profit， 即係計完條數應該係淨賺，即係扣除即係嗰個開支之後係賺。咁可唔可以咁樣去計？即係我唔清楚條數係咪真係咁樣。但如果條數真係咁樣嘅話，我會覺得你喺前面要做啲有一個清晰嘅計算咯，或者你會話啊，俄羅斯都有300億嘅收入，咁最終係賺定蝕咧？咁我覺得睇你嗰個賺錢嘅角度，睇下冇好充分地去運用到個數字，係喺呢個位上面去攞得定。咁如果本身你哋睇過可能啲資料都係唔係好偏向你哋嘅，咁可能你需要小心喺呢個論點嘅建立上，係咪真係要話計蝕錢？誒調翻轉，其實你學佢賺錢，我再擴編，令到賺嘅收益更多，可以落去其他地方，會即係嚟得講得更加容易啦。咁呢個位要小心，係啦。咁至於我覺得第二點咧，就係啱啱啲回應上面，包括就算比賽質素同埋球員負擔，即係呢兩樣係反方都係大大亮點啊嘛。回應上面都會有啲吃力，咁我會覺得其實有一啲方法可以更好地幫到你哋做回應咧，因為你哋唔係其實都冇反應。咁第一就係比賽質素啦，我同意啱啱賽場所講嘅，係咪真係要講到嗰啲球隊係即係弱隊，或者係冇一個發揮嘅空間咧？咁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咧，包括喺你哋主線可以再講多啲咧，我覺得真係可以再圓貫多少少近期嘅世界盃發生過嘅嘢啦，或者係成個國編嘅歷史，即係你哋見面都有講話，開頭由8隊變成16隊，變成32隊。其實佢就住世界盃決賽周或者世界盃成個比賽，都係有一個變大嘅歷史噶嘛。咁喺中間其實發生過啲咩事呢？其實你咁樣擴大嘅時候，你實有啲反方所講嘅所謂向下嘅弱隊跌咗入嚟噶嘛，係咪？咁你嗰啲弱隊跌咗入嚟，第一佢哋咪真係咁弱啦？定係只係你嗰個嘅編制底下將佢撇除咗在外？呢個第一你可以圓貫，就好似啱啱蔡玲所講，你。本身你覺得嗰啲地區嘅球隊，佢哋冇入決賽周，究竟係因為佢哋冇機會啊，定係因為佢哋即真係廢到唔值得入咧？呢個係你可以研判。或者調翻轉近期，咁呢輪決賽周入邊啊，都有啲所謂弱隊啦、啊。譬如你上年嘅日本點解啲人咁振奮，就因為
日本你相對嗰啲可能美洲嘅球隊啊嗰啲本身足球強國而係相對較弱咁樣，咁所以日本突然間打翻個成績上嚟，大家就為之振奮。或者之前再之冰島咁樣，冰島好耐都冇入過決賽，收佢突然間入咗，咁呢啲球隊係咪唔值得入？或者調翻轉，咁係咪要再縮咧？咁呢啲位置其實你可以再多啲去施加壓力俾反方啲球隊解頭。咁你依輪阿根廷佢冠軍，但係中間喺小組賽頭輪都俾沙特阿拉伯打到，即係喂大家質疑佢美斯係咪究竟要入唔到咧，捧唔到杯咧，即係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咁所以係咪標榜住足球強國，就喺呢個賽事底下一定係會輸咧？咁其實喺呢一啲位置，我覺得更加可以多啲壓力俾正方咯，係咪？同埋如果係你今日擴編咗之後，唔係淨係即係一年嘅事，或者我而家宣布擴編，佢唔係大家繼續遊遊行備戰嘅。咁如果當嗰啲嘅球隊知道自己將來會有機會入嘅時候，佢國足係咪？國足嚟為中國，佢諗住啊自己有機會入啦。咁國足係咪可以喺呢一度做翻啲對應？即係佢唔會想自己出嚟丟架嘅嘛，佢唔會自己想一踢跟住輸咗個翻返去咁啊，即係唔會嘅嘛。可能佢會喺呢一度去招攬更加多球員，或者對於整個培訓佢有個改革。咁喺呢啲位置上面，其實係咪會可以做得多啲位？其實會唔會有啲國家已經係備戰緊咧？咁喺呢啲位置，你如果有多啲回應嘅話咧，其實就可以有效地對應翻佢嘅比賽質素。因為反方嘅推論上面，佢都只係話：喂，你睇下而家啲排低過32或者48嘅國家入咗去喎，咁入咗佢咪一定差？其實佢都只係以呢一個嘅推論方法去應付咗你。咁所以如果你能夠喺中間做多啲實質嘅內容，就唔會好似今日咁樣回應得啊係喎，50名入48強，佢真係會弱咗咧，咁棘咗喺呢個位咯。咁第二樣嘢，球員負擔嗰個同樣都係，竟佢宣布咗擴編之後，其實有冇一啲其他嘅即係措施？即係佢都係話排得密咗，咁球員嗰個疲累，即係好似啱啱賽場咁講啦，你其實會唔會調翻轉係考驗整個嘅即係個孤嘅深度？即係入世界盃嗰個隊伍嘅人員其實唔係淨得十一個啊嘛，應該有22至23個人係可以一齊去咁有得落替噶嘛。咁會唔會真係去到落踢多幾即係40場比賽，或者密咗少少嘅層，就因為踢唔到咧？或者調翻轉都係我宣布咗呢樣嘢之後，我係俾時間你準備嘅，話咁你咪可以自己去考慮佢哋嘅戰術點出人啊，或者呢個落替嘅優勢啊。咁呢個咪叫教練要編排嘅戰術咯。就服個足協係咪其實有一啲嘅措施可以喺嗰度去調整咧？例如喺選手村或者喺球員嘅優勢，即係有好多好勁嘅科技。咁會唔會多啲呢啲咁樣嘅，除咗嗰啲冷凍倉啊，或者啲點樣俾球員康復嘅科技，其實已經係可以平衡得到個優勢與你哋所講嗰個俾唔同國家去參與嘅嗰個玩法咧？咁我覺得呢啲位置其實都可以再研究多啲，令到你個回應係更加充實。再乎其實去到你哋嘅主線嘅推演，我都會覺得有啲位我覺得可惜嘅。調翻轉就係你哋有嗰個意味，但係我發得唔大，可能同你似嗰個。就係、是、你哋對於翻翻落去投放喺個足球界嘅發展，或者對於嗰啲其他新增嘅國家，佢哋嗰個參賽機會嗰種重要嗰樣嘢，我覺得其實可以研判多啲咯。就係研判翻成個世界盃嘅歷史，譬如有嗰啲國家係因為入咗去，譬如韓國或者日本啊，諸如此類呢啲國家，咁佢即係足球一定係歐美嗰邊嘅源頭，到發展翻落去到呢啲東南亞嘅國家，慢慢開始入世界盃。第一個於嗰啲國家，佢哋個發展係咪會帶動得多咗咧？例如佢哋入到世界盃啊、踢啊咁樣，當地嘅政府對於嗰啲國家嘅足球業嘅支持，或者個經濟收益會唔會有咧？即係唔止淨係對於個主辦國嘅經濟收益咁，咁對於入到決賽周嘅國家嗰、那個經濟收益又會唔會有？或者調翻轉會唔會帶動翻一啲所謂市級嘅賽事或者地區嘅賽事嗰、那個競爭性係高咗咧？即係你講啱啱講話嚇，某啲國家最強嘅隊伍係乜嘢？咁都唔係嗰啲隊強隊伍入硬嘅喎。咁如果唔係佢哋入硬，而個名額係即使我會撥落多州份嘅時候，會帶動翻可能外圍賽，甚至佢哋講啲亞洲杯啊嗰啲嘅賽事係作為一個前哨戰更加熱刺咧。咁調翻轉我講多啲咧，就更加能夠幫助佢哋嗰個多元化
就唔使應付接得咁辛苦。咁呢個係成功嘅一方面。咁啊，另外一方咧，即係請講你哋今日喺嗰個主線啊，或者成個打落嘅嗰個策略應付咧，相對個壓力細嘅就好啦。咁但係都要留意啦，就啱啱講都會喺推論上面咧，即係可能有缺乏嘅地方，即係方啦。Point two 都係，即係都係就正就係、你哋會多咗場次，咁所以又求完出嚟 complain 呢樣嘢啦。咁但係咁任何情況，你多咗場次或者咁佢實係想打少啲場次，然後去攞冠軍㗎啦。咁所以呢一個位置你就要小心啦。如果人哋今日係有一啲神質多啲嘅回應，咁你哋係會點樣做咧？或者有翻啱啱譬如比賽質素，咁係咪真係嗰個比賽質素係下跌得咁緊？因為你哋今天去後面有一個手的位置，就是話你 fix 喺32隊，呢個就係最一個 optimal 或者最平衡的一個做法。咁如果正方大一啲喺呢度喺度攻擊32隊，咁調翻轉你話精快咁16隊啲係更加少啦，或者你個賽事更加高質素，咁點解係32咧？咁正方調翻轉其實可以就住你呢個標準去攻擊，咁你就要諗下佢點樣就乎去到可能喺。你的主線後半段去再延伸多少少的話咧，我會覺得點樣可以延伸多啲咧？可以由譬如你話嗰個賽事嘅質素，包括就係世界盃六決賽周同埋外圍賽嗰個定位。咁而家外圍賽會唔會都涵蓋到你所講嘅嗰啲所謂弱啲嘅國家？咁而如果佢哋都喺嗰度，其實佢哋個發揮係點樣先？因為有少少今日嘅講法就係、是、嗰啲一定係弱咯，佢入唔到就一定。咁會唔會調翻轉換一個講法去研判下，其實喺外圍賽佢嘅表現或者發揮會仲有啲咩空間？而如果個足協真係想喺嗰邊去俾嗰啲國家有個發展，可以用啲乜嘢咧？咁其實就會對應到正方所講嘅多元化或者長遠嘅發展，其實更加即係充分嘅回應。所以你就可以更加具體地將個決賽周同埋其他嘢去分翻開。因為咁，我覺得你主線今日調都好正路，即係對於即係質素啊同埋個負擔。咁我覺得再加你就係去運動嘅方面，你哋嘗試想帶出決賽周同其他比賽或者其他足協嘅角色又好，外圍賽角色又好，個定位嘅分別。咁如果能夠講得到呢一個位咧，就會令到成件事更加完整。係咁我個評語大致就咁多啦。咁都辛苦曬大家去準備場比賽。咁我相信大家喺呢、這個賽事入邊其實都有唔同嘅學習嘅，咁睇下剩低嗰一場有啲乜嘢嘅。多謝曬，最後有請何鳳財先生為雙方表演。好咁啊，我希望分子係佢受到保護啦。先講正方，正方我覺得如果你今日最大嘅機有兩點，第一點就係前入呢度辯題角度咧有少少偏差，就係你要用主辦國事詞。又係擴大個編隊，又為咗個收入去彌補主辦國事嘅錢，呢個有啲講唔同。因為 suppose 你唔係搞世界盃，唔係淨係主辦國籍個人嘅，你講成個運動嘅最高發展，明唔明？即係呢個係一個你設立國有少偏差。所以以至呢個法國領導講冤啊，佢講就係點解主辦國或者佢唔是或者點樣都好，佢賺咗錢，其實點解佢等同於你大於民個比較標準？如果你就 set 喺主辦國個人身上咧，其實有啲難去講到佢就講。所以咧，呢個係可以去諗一諗個地方。第一就係資料運用上網，資料運用上網，其實資料頭先全部都講到，其實你一定要清楚比較就係收入支出啊，同埋利潤嘅嗰個分布。收入支出同利潤三樣嘢嘅，個利潤即係你賺咗幾多啦，你應該係收入就係減走咗佢嘅支出，咁你剩低嗰就利潤啦，咁就用賺嘅呢樣嘢啦。咁我譬如我聽到就係你講卡塔爾有2200億嘅支出。咁你話佢賺咗10億，咁你咧佢收益係2000多億，所以你減完之後就有10億。咁但係喺成個辯論比賽過程嘅表達咧，其實正方喺論證數據上咧比較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唔能夠 stay 保持一種 stay 嘅境，要再咁樣計。意思反方喺個質量嘅時候咧，其實就變得比較混亂。喺你哋佢本身建立咗一啲可能從政嘅門檻上，可能可以諗下點樣清楚表達翻你哋想講嘅數據。而第二個危機地方就係在於咧，你哋去論證你嘅處境咧，我覺得個方向係正確嘅，但係你哋未舉到一啲好實質嘅例子去論證。譬如你哋講基建啦，你哋講國家會投放更多嘅資源，或者本身主辦國就算佢蝕唔蝕得好多，國家要賺好多錢，佢會點樣回饋翻佢當地嘅足球咧？嗱，其實我哋可以講多啲嘅，譬如會起足球場啦，會起一啲社交嘅，甚至乎係講緊
國家嘅嗰、那個體育嘅支出唔多，其實你要舉一啲咁實質嘅例子咧，先能夠論證到呢個利益。否則你如果停留喺就係講我哋啲國家會俾多啲錢，或者佢哋可以投放多啲基建咧，咁就會比較容易控制。咁我可以提供到一啲嘅例子係乜嘢咧？就係FIFA 咧本身有個叫 FIFA Forward Program， 就係為一啲發展嘅國家去進行啲基建嗰啲。而佢喺2026年嘅時候咧，就會將佢呢個金額咧提升到300万。OK， 咁呢個係你哋一個好強嘅例子，或者呢個佢哋可以講嘅例子就係喺呢個 program 底下 ，OK， 多咗成300万，就可以幫咗啲發展嘅國家。咁譬如可以幫佢起翻啲就係足球場啦，或者一啲嘢，都係為學校啦。咁呢啲實質嘅例子你又可以講，就唔會意思就係你哋去講呢啲例子嘅時候咧，就比較複雜。例子就係其實你哋去講一啲廣告嘅收益或者轉播嘅時候咧，其實未講到一啲錢同足球發展嘅關係係一個。就停留咗前一步，就係錢多咗，但更加重要就係你論證後一步究竟佢對於成個足球發展嘅利益係邊一個？如果唔係咧，你個論證嘅鏈，你嗰條鏈咧就斷咗一步，就俾佢到後面咧就去唔到利大於弊嘅位，因為佢啲正方嘅危機。而反方兩個危機係乜嘢咧？你第一個危機就係、是、無可否認嘅危機，都喺辯技上係俾正方稍勝一籌，但正正呢個就係你最大問題，就是、你停留咗喺辯技上就係、是、論，就係、是、你滿足到就係對方前後前出嚟投票爭先。但你未講到對面係嘅關係，就係、是、你咧再講多個就係、是、有班同學講完事或者事都前嗰度投完下都翻嚟講，其實你個黐嘅嗰個錯咗，應該係主辦嗰人運都係出發展。但好可惜就係去到後面都冇人講得出就係究竟正方呢個論證嘅門檻切入係啱嘅，你唔應該咁樣討論問題。OK， 而第二個就係、是、你哋所講嘅危機嘅危機乜嘢咧？就係、是、你哋弊處咧，我覺得就唔太扎實。其實你嗰啲講法都係講緊你嗰啲國家或者嗰啲球星啦，其實啲講法咧都係不斷去到後面嘅不斷去捉緊，所以呢個就係你哋即係兩個危機。咁我嘗試用大家兩個即係討論得最多嘅嘢咧去前引下，我覺得提供到一啲咩資訊俾大家可以再完善你條主線。譬如喺質素上面先講反方，反方你話國家差嘅國家會唔會嚟打啱嘅？但中國同黎巴嫩應該入唔到，點解咧？你睇翻以前外圍賽事亞洲咧嗰個外圍賽最後階段嘅，睇翻成兩組嘅。咁你而家係4.5個咧 ，OK， 咁換言之即係頭兩組咧打後兩名，跟住輸到即係4個啦。咁上嘅澳洲入到去，因為打咗花洲，加上0.5入到亞洲。咁如果你咁樣計，你加多4個咧，即係頭第一組嘅跟住第三、第四名，同埋第二組、第三、第四名咧，都可以入到去呢、這個2026年亞洲。咁個問題點樣嘅咧？就係、是、第三、第四名咧，就唔係中國同埋巴聯嚟嘅，應該係伊拉克、亞文同埋阿聯酋嚟嘅。所以咧，呢個係但你去講，但唔係話你個例子。你可以用得更好嘅例子係亞聯酋啦、伊拉克同埋亞馬啲國家。咁你話中國啊、或者黎巴嫩排低咧係啱嘅，但係除咗咁排唔低咧，有啲更加重要嘅嘢可以講，就係佢哋外圍賽對賽成績係點樣差，或者佢哋得分係點樣。譬如伊拉克咧，佢對賽成績係10场得一場。OK， 譬如其他國家都係得好多樣嘅。OK， 咁同埋佢得分係幾多？可能其他人講係20几分，咁可能得我得嗰10几20分，因為相差成。會喎，應該咁講啦，係。咁然後除咗亞洲咧，其實仲有啲國家你可以，有啲州份行可以做，太陽州係啱嘅，紐西蘭到103年都可以出線，其實一定出難事。點解咧？因為成個太陽州咧就睇得紐西蘭叫做比較即係放得喺嗰個層位。咁仲有一個州份係啲乜嘢咧？就係、是、中北美洲。中北美洲喺除咗波斯達黎加啦，你再數落去咧，即係佢拖到喺最後階段外圍賽咧，都有8隊。咁如果你計翻條數咧，就係、是、你由3隊去6到6隊咧，咁換言之就係排第5、第6都可以出到線啦。咁即係咁會有啲咩隊出到線咧？就係巴拿馬同牙買加啦。咁牙買加嘅勝率咧，我記得就係1.4左右嘅，係好低。咁係啦，咁呢啲就係你哋可以用到啲嘅例子。咁就唔好淨係講中國啊、黎巴嫩呢啲，你可以講啲伊拉克啦、亞馬啦、牛油啦、牙買加啦、巴拿馬啦，甚至係紐西蘭本身。OK， 咁如果你就係講亞洲咧，咁就會俾一個感覺就係、是，你話你唔知講緊實力係整體拉低，你講得出成三個質量咁差咧，其實我已經好信難，究竟喺你哋心中係即係你個弊處嚟嘅。所以我呢個就係覺得你哋喺個弊處應該扎實啲，就係你可以講多啲國家。而再補充一點就係、是，你個講法去到越後面咧，係唔係就係話你唔係講緊啲國家好差 ？OK， 你唔係國講緊呢個國家本身，因為個問題乜嘢咧？今日佢2020外圍賽比較差，唔等於2026年嘅外圍賽比較差。OK， 即係今日成10场，可能可以下一年係8场，咁我重點係乜嘢？你要講呢個重點都係你哋喺你哋心中，你覺得呢件出事門檻係唔同嘅。有乜可能10场得一場可以出事？有乜可能得個9分同人哋差10几分都可以出到事？你嗰質疑佢個門檻係唔同嘅。
國家本身有問題，因為國家今日其實差唔等於以後都會其實差。咁呢個再進一步去挑，再延伸落去咧，你因為而家呢個質素可以去打好翻正方嗰啲地主。如果咁多強弱懸殊，或者係弱隊對弱隊比賽 ，OK， 咁我唔敢定會有人睇，咁但係我唔會淨係睇呢個國家國民自己去睇，會唔會有其他嘅比賽啊？好嘅，阿根廷同法國可能全世界一齊睇，會唔會做唔到啲效果？如果做唔到嘅話，正方後邊所講嘅收益有冇理想遠風咁高咧？咁樣 ，OK。而調翻轉頭先蔡徐都講到，就係正方可以講一啲歐洲或者非洲、南美洲啲強嘅國家，其實你要睇翻個外圍賽成績咧，有啲係爭到少少，係爭幾分，係爭嘅。可能我成場十場打得贏十場，但可能我得失嘅嗰個球差係爭幾分都贏唔到。咁你就可以用啲例子講，其實而家個聯賽咧係真係好不足，因為喺整體嘅嗰個足球發展底下，其實每一個國家咧個實力水平越嚟越拉平。如果你講得出呢一啲嘅歐洲啊、非洲啊、哥倫比亞啲例子咧，咁啲城市就聽落就差好多。你唔係就係講非亞洲啊、非洲嗰啲咯，你咪講啲，你咪講翻你歐洲啊、非洲啊，或者係南美洲啲國家，其實大家都會有啲例子，有啲球隊係可以講得出，其實冇你想象中咁差。喺質素呢方面，如果你正方能夠睇出你點嘅時候咧，就唔會俾反方嗰度特別講啲國家咧，都好似真係好差，你都可以有啲嘢可以講，即係點啊？即係打翻個弧啦喺呢個位。然後喺今日正方嘅回應入邊咧，譬如有啲回應嘅，譬如你話爆冷呢樣嘢咧，係啱嘅。爆冷係啱嘅，但係可以講下啲乜嘢？就係呢啲國家本身就唔係差，跟住講翻上一步就係歐洲啊、哥倫比亞呢啲就差。咁但係如果真係想講爆冷咧，唔係唔得，但係你舉啲例子，譬如啲乜嘢咧？但係我覺得呢個例子本身都有啲缺陷，但係你可以嘗試去揾啲例子，譬如上年2022年摩洛哥都踢入咗拎咗英格蘭克羅地亞打呢個冠軍季軍接力，咁好多人都以為摩洛哥咧就強出到㗎啦。咁呢個咁樣例子，或者第一場嘅揭幕戰就係呢個。沙特對阿根廷，如果冇記錯嘅話，應該係有一場阿根廷輸咗球俾呢個沙特。咁沙特好明顯就係爆冷啦。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咧？呢個話呢個例子點講咧？就係反方應該可以用呢個例子講到嘅，其實係或者你可以嘗試連駁咧，就係沙特咧係喺個亞洲咧贏咗10場，沙特咧仲要係亞洲數一數二，佢打到呢個 level， 憑自己實力出線咧，先至可以同阿根廷咧只係贏得個一球咁多。咁你今日同我講啲伊拉克十場第一場有冇得比較爆冷咧？合唔合理咧？嗱，呢個就係你可以去即係去講，或者去好具認去爆冷評判聽。嗰啲係已經本身憑自己實力出線，係十場贏七場，亞洲數一數二。譬如南韓、日本嗰啲都係嘅，摩洛哥係當年都係自己嗰啲外圍賽踢到好勁先出到線噶嘛。咁呢個情況底下，同我哋所講嘅咩伊拉克啊、曼聯十場得呢一場，成個得一成四分，真係可以去比較。呢個就係你可以去講嘅嗰啲問題咯，但係要記住個表就係國家本身，係個門檻嘅問題。你擴大咗之後就會令到門檻唔再係咁，因為都可以到線嘅，因為就係你所講嘅嗰個問題。好啦，然後然後呢個第一個質素嘅嗰個回應啦，然後第二個回應咧就係講球員嘅嗰個利益。反方話個賽期咧會我理解反方想講幾樣。第一樣嘢就係有講摩連奴話世界盃距離英超嘅開賽咧，得一個幾月分就唔夠。係啱嘅，咁但係個問題乜嘢咧？佢到後面想講一樣嘢，我就聽到就話，咁踢多四十場可能會好傷喎。但係呢個講法咧係有啲唔合理。個原因係乜嘢咧？你唔係本身個球隊踢多四十場，而係你多咗小組，咁當然要有啲小組踢翻四十場。咁但係你每一個小組你都係踢三場先出到線，你係講緊冠軍嗰度由七場變八場嗰一場嗰個，即係話踢多四十場會好傷咧？呢個係唔限歷史嘅成分。所以你應該再講啲乜嘢咧？就係同埋甚至乎。在個賽程嘅延期上面，你應該喺個賽程入面，你講乜嘢就係點講咧？第一賽程入面咧就係、是、其實你計翻條數咧，應該你每少少賽隔幾日踢，同以前比咧，其實應該多咗2日嘅，反而個時間應該係多咗少少。如果你咁樣計翻，以前可能係30日踢一場，而家可能係5、6日踢一場，所以呢個係反方可以去諗下，就會唔會係呢個係未必係一個賽期本身，唔係世界盃入邊賽期問題。而更加重要係，你可以講乜嘢咧？其實係潛力問題，就係個備戰時間問題。就係你要知道嗰啲職業球員咧，佢唔係淨係踢世界盃，佢會踢嗰啲球會嘅聯賽、英超、西甲嗰啲。咁呢啲聯賽嘅收入人其實通常都係唔完美，或者係啲歐聯嘅聯賽係唔完美。咁因為你褪波咗40場咧，而令到成個世界盃開季入面咧褪到咗去到聯賽，由6月中下旬到6月初嘅時候，你呢個時間備戰時間就會少咗。咁備戰時間少咗咧，一來一個好大問題，世界盃4年一次啦。如果啲球員真係不幸受傷，就你都恢復一次。OK， 咁
咁就令個保險中心啦。OK， 第二樣嘢就係備戰時間點解咁重要咧？就係國家隊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大家都係本土聯賽嘅，譬如沙特呢啲咧就係本土聯賽嘅。咁佢相對嚟講，你要 call 啲人翻嚟上邊咧，咁啊簡單啲。咁你又好似嗰啲強隊，譬如亞洲嗰啲咧，佢嗰啲國家隊嘅球員散到喺世界各地聯賽，所以 call 佢翻嚟嘅時候，係要用多啲嘅時間去培訓，或者係要培養翻個問題。咁佢做啲乜嘢去踢幾場 friendly 咧？都要打完咁去踢咧，即係踢 friendly。咁如果你少咗啲備戰時間，去踢 friendly 嘅時間少咗咧，亦都可唔可以解釋到就係點解阿根廷就會輸咗第一場？就會唔會因為上年嗱上年卡塔爾咧個準備時間都係七人咁多嘅啫？咁但係今年咧二六年有得十人，但同平均佢哋即以前咁多屆都係少咗。咁上屆可能七人就係令到可能我唔知啦，即係你可以係你嘅推論就係可能因為少咗七人踢少咗 friendly 唔夠默契而令到阿根廷第一場。做咧會唔係可以係即係呢個原因咧？咁呢個係你哋可以嘗試去講，或者呢啲係你哋可以你哋反覆呢個你哋位，其實係可以去講多啲，係究竟你哋即係無論國家嘅嗰啲排名價值觀啊，佢其實都係個賽技上面，其實都可以推得好扎實啲。咁啲嘢就會再即係就會再令到評判真係好順風，真係好大問題咯。然後再多再方位講嘅就係球隊本身。即係你會知道嗰啲球員咧，就踢世界盃之前咧，係會好小心去踢嘅。咁就係點解咧？就係唔想受傷踢到世界盃。咁對於球會本身又嘅利益又受損啦。即係你諗翻就係嗰啲球會本身，咁你簽人翻嚟揾幾千萬去買呢個人翻嚟，原來可能接到個波都唔肯踢嘅，驚整親。咁呢啲又會唔會係一種損害咧？甚至乎你講傷患就係咪？你可以再講一個就係其實英超嗰啲會有成架牌車，可能幾日幾場。咁你如果世界盃嗰個壓縮再遠啲，就算冇得了斷球，多少會有防止快車咧？咁會唔會即係又要踢多好耐咧？咁會唔會讀多個賽期喺聯賽再緊密啲？因為成個問題會變更大。呢個就係你可以去諗嘅地方。呢個對於反方啲位置點樣再推得扎實。而調翻轉到正方啦，咁咧我覺得有幾樣嘢大家值得去講，亦都可以去講。就第一樣嘢就係過去嘅擴大門檻係，我覺得咧成班人早啲去講嘅，可以係高係。譬如過去由16到24到23年其實佢都係循序漸進咁擴啦。咁正反映咗，但以前其實你會見到不斷咁擴咧，其實大家都唔會特別話世界盃嘅質素好差嘅喎。你會見到上一屆大家都十分平均，到時你見到就連上年應該係最好睇嘅世界盃有啲人買。咁其實係咪都可以講過去歷史其實定咗擴軍買啲新鮮事，其實從來世界盃都係想做呢一個普及化嘅東西咧。而第二樣嘢就係你哋有咩球隊加入啊？而第三樣嘢咧，就我都有個 point 值得你哋去深究，就係、是對於一啲弱國嚟講咧，佢哋點樣去喺世界嘅舞台度發光發熱咧？得嘅球員本身就係、譬如一啲弱國嘅球員咧，佢知道自己喺自己嘅國家入邊咧係冇乜嗰個點講咧，即係冇乜發展嘅潛力咧。如果一旦有機會踢到佢成日去唔錯走，佢就會好盡力去踢。點解咧？因為佢哋想俾嗰啲球探咧去發光。如果你係世界盃決賽周，因為球探有啲就算弱國啲會停。咁如果喺球探發掘咗呢啲弱國，想去俾人發掘嘅時候，其實對於一啲弱國本身嘅實力，會唔會更加願意係咩咧？即係更加願意係踢得好啲，或者嗰個心態仲好啲，或者呢個一個 point 會唔會對於球探或者對於發展中嘅國家係件好事，或者佢哋嘅球星，甚至乎你可以講啲心態上嘅唔同，即係譬如一啲咁呢個比較宏觀嚟講，少少嘅嘢可以講，即係其實。一啲冠軍隊，譬如或者係阿根廷啊上面，你會見到美斯踢完 international 輸咗之後咧，大家都好驚佢踢唔入去冠軍。咁就係因為本身呢啲球隊強隊得嚟強隊，佢哋會本身有啲壓力，即係係對住啲弱隊都輸咗，咁點算咧？咁但係相反喎，可能啲弱隊佢知道話連一球連一球啦，或者輸咗都話會話我。但如果入一球叻仔咧，大家都話會即係拍手掌。其實對於啲弱隊嚟講，佢哋會反而踢得再開放啲啦，踢得再～咁樣嘅，然後最後一樣嘢咧就係32隊同48隊嘅問題。其實我覺得反方有一個位都可以補充，就係其實正方嘅所有利處咧，無論係一隊都好定係48隊，甚至係100隊都好咧，都唔會出現。點解係48隊？呢個就係反方可以問嘅。你有喺 free 嘅時候，你有提到立場嚟講，32隊係你哋覺得當時嘅一個水平。咁雖然咁樣正方好大膽嘅，咁但係你可以翻下嚟諗下，其實未必係一個未必可以，未必需要咁大，或者可以轉一個諗法，就係如果以前嘅時候就正
正方提出咗啲歐洲啊誒哥倫比亞啲運動，其實喺呢個立場底下可以係加納去，因為點解咧？嗱，係啦，廿四到三十二十個廿四咧，始終一間球隊，你要問嘅問題係點解要用就要大嘅進去十六隊咁多咧？你話嗰啲歐洲啊、哥倫比亞嗰啲，我都同意好平啊，咁我加俾球隊就唔得，但係十六隊就唔得啦，因為你都知道亞洲啊啊嗰啲不合嘅資源就出到，咁所以其實你嘅立場可以係同下隊咯，係十六隊，又或者總之可以過關啦，總之十六隊就啱，即係我嘅立場可以係咁樣，咁就。係咯，即係我其實對於足球咧都唔係好有認識嘅，純粹係我喺準備資料時候問嗰啲，咁我知道啲出錯嘅點樣都好嘅，純粹係同大家交流一下，或者大家有興趣可以研究下點樣再延伸條主線啦，或者以後可以繼續努力，咁希望大家大家賽後自由繼續努力啦。Thank you.